隐蔽的跑垒要注意的跑垒，就是因为一垒稍微远一点，会稍微远一点，因为二垒还有游击离他太远，所以离远一点，一支安打就结束比赛。因为是韩国队那个守备也是拘谨，拘谨，拘谨。打击轮到第三棒的陈子豪，第一个球出棒打成了界外球。陈子豪今天打得也不错哦，四个打数当中出现两支安打，有一分的打点。对啊，来自右垒的后防。中央队在10局的下半，目前的11-2落后给韩国队一分，但现在在 PK 温出局形成了满垒，三垒上是刘子爵，二垒上是李帝，一垒上的则是吴国豪。打击的则是第三棒的陈子豪。好，退回去了，因为他们有一分领先，所以是退回去。是，所以等于是改变了防守。对对对。10局下半的突破僵局是中华队的进攻。防守攻关号非常久。嗯。别搞坏球。我觉得去强迫取分了，想太多了，韩国队想太多了。来到第十局，韩周成的用球数也不少。一个好球，一个坏球。十局的下半，打击的是陈子豪，面对的则是韩国的韩周成。打成了擦棒界外，现在球数呢变成了两好球一坏球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笑得很可爱。陈子豪的加油团呢，这两天呢从台东坐火车，坐很长一段时间呢，来到台中洲际球场来帮他加油。现在球数的是两好球一坏球，温书局满垒，十局后半，中华队进攻。这球出棒打成在一垒方向，一垒手接球做传本垒，结果是封杀。形成了一出局，不过没关系，中华队现在还是满垒。